鸡翅包饭。太赞了，馅料有糯米、玉米、香豆、香菇、胡萝卜，好香。现在来活动了呢哈，一包每个100七十个打5个，以前都是有些39啊。肉多新鲜啊，小苹果火一面搞活动，四月份就发14包，太黑了。起身，
统一面大红酱的啊，转后十七块九发十五包，昨天很好吃。香酥大鸡排，哇，非常酥啊，哇，好喝，非常厚，都是整切鸡排来的哈，整片切的，没有拼接的，肉，啊。吃得到鸡排都吃在里面哈，非常肉色。当时有个活动，从十二九有十片，现在加三块二十六块九做给一张，吃一张八十块大鸡排，吃得到吧？哎呦，真香！你看，去外边买一片都五块，咱在活动价里面，到手两块多钱吧一张，十一张啊。鸡排肉，你看嫩不嫩？都大厚肉片啊。喝五鸡腿，老铁们都想要鸡腿，今天来活动了哈，盐焗鸡腿。
原来是八个，现在还想发十一个，我天哪，太厉害了哈！严局的发十一个，他还有事啊，走的。肉质青菜啊，配杂面吃。五种口味五包面，大热热包邮活动啊，炸酱面。咸蛋黄拌面，好吃。和泥面。先喝一口，脱骨鸡腿儿，低脂的全麦饼，之前29.99三袋，今天活动29.99五袋低脂的全麦饼。
水又回来了。火一面，咬点吗？喝一口。摊热面，
特务鸡腿。小鸡感谢鸡腿，下面活动哈，原来4块，现在890，五种口味五包面，我现在煮了3包，5包吃不了了。五种口味五包面，这是火鸡面啊。香了，不是甜了啊。炸酱面，纯粹酱香味，没有甜味，没有辣味。咸蛋黄拌面。有一点微辣，但是说这个蛋黄酱非常香。五种口味五包面，只要89，超划算，家人们赶紧穷吧。还有，
烩面黄豆加的面，17.9，15包，经济实惠，好吃啊！零淀粉添加的爆汁烤肉肠，满满肉，哦，好好，看，全肉啊！哎呀，炸了香，这是名人代言价，你看，欢迎。有原味黑胡椒，还有大家喜欢的一个芝士玉米味，满满肉哈，哎呦，没有任何防腐剂哈，你看，哎呀，爆汁烤肉肠，你看到里面的肉块，满满大肉块，还吃这个金台饲料实惠。哎呀，哎呀，大点料，你看这肠，你看大块肉，看了一下大块肉，看吗？太香了，满满都是肉，2包1斤才14.9，家人们赶紧尝尝吧，嘎好好吃，生四加当当包，这个百吃不厌啊。哦，加热30秒，里边爆浆了，看，哦，人家用的是纯咖啡，不是带咖啡，生四这个无限回购，太香了。这是没加热的，现在4家双十一有个活动，老铁们，29块发多少你猜？14个单单包，一个花2块钱，14个，你这么大家里面，剩四的牌子，这是没加热的哈，对吧？这个非常香甜好吃，再喝一口。脱骨鸡腿。
上去找去。鸡腿。新款包那个组合蛋的啊，奶油烩面，炸酱面。热干面，这组合干面，奶油烩面、炸酱面、咸蛋黄拌面、武汉热干面，还有这个脆骨拉面，五包。在小房间活动价8.9包邮啊，8.9。早餐包。那包浆。这个面活的蛋挞，五包五种口味，包邮价8.9。这是火鸡面，炸面，
前两块拌面。非常劲道，鸡腿，自发的混的，做肉五包，另外多种口味可以选，小龙虾的、小蛋黄都有，很香很辣的，比较醋。鸡腿，号彩虹渐层，家人们赶紧去薅这个彩虹渐层羊毛啊，大福利，平时卖29的现在只要转后啊，小朋友40转了。看前头多种口味啊，真的太好了，这个啊，搂一口啊。
看俺们的果酱啊，真的动物奶油。嗯，各种口味哈，草莓、芒果、蓝莓、奥利奥，真不错，家人们。嗯，真真正正的动物奶油了，兄弟啊，可以保证零反式脂肪酸，和面没有一滴水，只有那个啥牛奶鸡蛋和面。唯一的缺点是啥？库存不多，拼手速，家人们，早了有，晚了的拍不上。嗯，口感很丰富啊，所有口味融合了。再慢慢的看吧，草莓，草莓，整个整个小草莓，整个的整个的芒果，嘎嘎实惠。火鸡面，团风格面最好吃啊！现在活动价只有点折五包。多就口味啊，有辣的也不辣的。白象火鸡面。白象特点是酱料特别多，一大包。二两烤鸡。
炸酱面鸡腿儿。铜管铺炸酱面就是国产炸酱面天花板了，嘎嘎好吃，家人们，零买这一包五块，两包十块，小凤家9.95五包，性价比极爆啊！你尝尝，真好吃这个国产面扛把子，关键酱和面条啊，面条有劲儿，酱香。夏天没什么胃口，煮两包炸酱面，嘎香。也不算你齁甜的香，就是酱的香。好吃，师傅家里面，赶紧尝尝吧。麻辣鸡，哦，这个味道多了，这麻麻辣辣的。整只鸡啊，这鸡腿，哇，脱骨的，麻辣口味。味道真不错啊，非常入味，耶，哎呦，这是在德州当地非常非常火的德州香盛家里面哈，香盛的都当地人都知道啊，新口味麻辣鸡，现在零买一只39，现在咱活动线上出销量39一只，带一只五香鸡啊。如果吃不惯麻辣的，只喜欢五香的也行，这个不辣啊。啊，两只这个39，划算，每只20，真划算。线下买也买不来。香盛的，如果你当地这一块的都知道，德州人就这香盛鸡，软烂入味，不齁甜。当地人都非常喜欢这个，这个公司自己自备养鸡场啊，质量又把控。这个当下酒菜真的无敌了。
做熟之后净用400克左右啊。巧克力脆柿子，又是甜又脆，兄弟们啊，洗净直接吃。看看24年的新脆柿子下来了哈，活动外边19.9给3斤，小朋友直接5斤，净重不带酱了，兄弟们，咱是净重5斤啊，都带这个泡沫网都发货哈，吃了以后下面洗洗直接吃啊，净重大小个可以选，能选大小啊，很好吃，咱去年一直带着，我吃老多老多了，很好吃，实惠，真实惠这个啊，19.8，5斤，净重啊，非常非常脆，中间有点黑点正常啊。就这样，灵魂之丝交给，哎呀，太有食欲了啊！好好，48.9的德州麻油鸡，来个大鱼腿。爆骨，鸡尖去了，可以，软烂泡骨，很入味儿。短法，哇哇，烧鸡美酒真好，兄弟们哈，中秋节家人们有福利，我们当地超市的这个杨毅代言的整只麻油鸡都是25一只，卖的非常火，带麻油戴手套，整只鸡中秋福利，厂家呢给咱活动再多发一只，49给3只，家里面啊，正常49给2只的，给3只，这鸡我带2年了，嘎得好，真香啊，必须是整只鸡，啥都不缺了，兄弟哈。啥咋香啊，麻麻辣辣的，德州麻油鸡自己吃，秀人都合适，家人们，趁着中秋活动赶紧去搂吧。土豆牛肉面，
满满土豆泥啊。嗯，哎呦，超级黏糊，这是肥油擀面饼，合肥坊的土豆泥面，双十一破价了，兄弟们，比平时降6块啊，以前23.9，现在只要17.9，六桶，而且口味山口味啊，火鸡面味的，这是鲜香麻辣的，这是。孜然麻辣的，这是一桶量没动，我看泡了这么一大桶，哇，料挺多的，里边还有蔬菜，还有豆子，哇，哇，慢慢土豆泥儿。黏黏糊糊的，哇，嚯，多好呀！真好，这个啊！哇，现在慢慢吐豆泥儿，太实惠了。大煎饼转火一面。哦，再来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带这个煎饼转火一面的，刚上新款，山东杂粮大煎饼，转火一面，出面条啊，出来了，来再粘，哎，这么一卷，神仙吃法啊，升级了啊，再配点这个小生菜，然后再配点这个虾仁儿。都有，相当不错啊，哇，转起来吃更好吃，天然卖场出了新款，家人，净含达到130克，面饼、煎饼啊，回面酱。内含山东杂粮大煎饼，打开看看看看啊！这个是面条，是粗面条，而且是很筋道、很辣。一包粗面，还有一个开袋即食的煎饼啊，不用蒸，不用煮。大包火面酱，香辣可口，芝麻啊！现在活动价呢，朋友们是什么呢？14块多，到手这么6大包啊，2块多一包，不到2.5啊。前面先买一个，这个最少得5块钱吧。反正是真更好吃是吧？再买一个，这煎饼熟的，不用煮，不用蒸啊，打开就可以吃了。哎呀！折一下，放咱的火鸡面，啊，出面条，非常香。哎呦，料挺多的啊，碗里边满满登登，再放点小生菜叶，放点虾仁，哎。太香了，
卷着吃又有感觉。哎呦，东北特产杂蚕蛹，啊，非常非常熟水啊，嗯，就这一个小硬身吃了，哎，全这个熟的肉，你吃过炸鸡蚕很熟很香，这个呢可能比它还熟还香，嗯，把这个小硬身吃了，哎呀。咱们一盒是三包啊，给你们拿，每一盒三包，每一包是六七个左右吧，真的高蛋白，真的高蛋白，没有小的都从看从大个儿啊，有的他们买生的，或者买生的，这买的品质好的一个就一两块，生的有的他乱动，咱们有的不敢吃啊，有的时候吃那个自己做不好，吃就得爆浆那个，说实话我也吃不下来爆浆那种，爆浆的不敢吃，但这种家呢很酥很酥脆了，你看那个，嗯。真香，你看，因为确实啊也不油，把中间这个小硬心吃了，哎呀，嗯，高蛋白，来点这个蓝莓果肉，再来点，嗯，不错啊。西安市那块可以尝一尝，那不错，那味道。很舒适，很舒适。哎，老式奶油卷儿，哎呀，满满奶油里边儿。哦，看了看。非常绵密，一点不油腻啊。嗯，真的是入口即化。来，有的时候看看啊，看，东北奶油这错不了了，你们错不了，看吗？看吗？这个错不了啊，这个。这个是老铁们，品质、质量、口感嘎嘎好，而且现在活动价很便宜，老铁们，每一盒不到10块，29块发30盒。再来一个抹茶的，就这质量，老铁们，现在这一盒还带盖哈，就这包装，老铁们，20也买不来。咱这个老铁们，因为线上没有人工房租，所以说它肯定划算。你看看，老铁们，做了以后看好不好吃，保证好吃这个。黑金抹茶的事，不用嚼，入口即化了，兄弟，入口就化。直接咽就行，真好这个哈，这它的高品质的奶油卷。盐煎18-9辣，少辣5级吧，一包蘸蛋啊，这一包500克，咱今天拌米饭吃，咱不干吃了，干吃了这个汁儿浪费了，这汁儿真好啊，这是拌点炒煮辣酱，哎呦，太有食欲了，哎呦，这个米饭立马升级了啊，高配了啊，哦呦，5级吧。
这个味儿呀，这个米饭。光吃米饭的好吃吧。你说到拌米饭，你尝尝，真好吃。正儿八经的盐煎炒煮，那叫什么？十八九辣，爽辣无比啊！十八九片辣椒，零香精，零榨油精，零甜味醋，这个真的很讨厌。这一包是500克，他想发两包，1000克，啊，真的，一包发20多块钱，23块钱吧，真好吃。哎呦！你线下买个鸡爪拌饭来买，这好几十买不来吧？你看，干好吃。太色色了。这个潮州甜辣酱真好吃，真开胃。真好吃，真美味。麻酱热面，小妹热面出了新款啊，麻酱热面，带一包麻酱，我有个鞋卸开了。这包麻酱挺多的啊，一大包。我有没有吃过的，你再尝一尝啊，嘎嘎香这个。那哎呦，满满麻酱啊，这一大盆大概就是一包量，一个人量就够了。麻酱热面啊，老哥，哎呦，哦，大香，哇，里边东西全是自带的，我只是放点香菜哈，都自带的东西。汤是精华凉面，汤好喝啊！哟我哟，配个咸菜，爆油了。没吃过，一定要尝一尝，真好喝！现在双十一有个活动，咱们
平时39给6包，再多一包哈，送一包给7包，还行啊，老板这样就可以了。看这一大包是麻酱哈，实惠。第二包有海米什么的，有蒜末，配料都干净哈，没有各种防腐都没有，辣油。一包胡椒面啊，没事我也尝一尝，这个真的不错啊，汤。嗯，哇，给真香啊，咸口这是啊，咸口的。嗯，嗯，哎呀，我感觉，嗯，哇，我太解馋了，趁火锅店没赶紧去捞吧，大肘子。嗯，肘子真香，我也来点香菇酱哈，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解腻就是这香菇香，嗯，哎呦，这个人大啊，哎呦，这酱大个好吃，19块有10罐，小黄家拍了送10袋，这个百吃不厌，配肉配面条。米饭嘎嘎好，哎呦，来了一个，嗯，哇，胜似又出新品了，迪拜巧克力天丝酥。外边是脆的，里边是酥的，非常非常酥，这是开果味的。要不说盛世出品必是精品嘛，真好吃啊，口感真好。嗯，再来一个榛子味的，一盒起拍，看三盒更划算了是吧？盛世老牌子了，你放心行，产品质量嘎嘎的，你看，看这大巧克力。非常舒顺一点，真的味儿，嗯，奢侈奢侈，真好吃。